杂草丛生的山壁之上，黑影诡异浮现，全身都包裹在黑色斗篷之下，乃至于寻常人根本连他是男是女都分辨不出来。只有着那一对近乎漠然的目光从斗篷中射出，毫无情感的望着谷中三人。萧炎三人这个时候也愣住了，微眯着眸子望了那道黑影一眼。萧炎的灵魂力量闪电般的扩散而出。 然而片刻之后，他却微皱起了眉头。他惊异的发现，他的灵魂力量在间隔黑影人上还有几米距离的时候，居然便再也难以探索。留下，可还没有人够资格对本王说这种话。美杜莎女王也迅速的回过神儿，当下脸颊之上浮现了一抹冷笑，玉之猛然一弹，一缕七彩能量匹裂，自指尖爆射而出，随后闪电般的划破了虚空，直射黑影。 斗篷之下，木然的目光啊，瞥了一眼掠来的七彩匹链，衣袍无风自动，一股浓郁的灰色的烟雾自其体内涌出。而随着这股灰色烟雾的出现，黑影人呢周围的那些杂草竟然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枯萎。那些杂草的变化，并没逃过萧炎的目光。当下，他眼瞳猛地一缩呀，此人看来极其擅长毒功。 灰色烟雾涌出雾，旋即便是将黑影人面前缭绕了。那七色匹练瞬间便闪掠而尽。然而，这股足以令寻常斗王强者都不敢随意接下的一击，在进入了灰色烟雾之后，却极其诡异的开始了分解。十息之内离开深谷，否则死路一条！哼，今天不管你走还是留，这条命本王都要定了。 一声冷笑，美杜莎回头对着萧炎与紫炎低声说道：“你们离远一点，这个人满身剧毒，沾上可就麻烦了。”萧炎眉头紧皱，心中念头飞转：“这神秘的黑影人究竟是谁呀、啊？拥有如此强悍的实力，不可能是在帝国中籍籍无名之辈吧？可为什么以前他从来都没有听说过呢？”就在萧炎沉思之时，时机到了，山壁上的黑影眼神顿时变得森冷。 他袍袖一挥，浓郁的灰色的烟雾铺天盖地的暴涌而冲，最后直接对着山谷之中侵蚀而来。找死！美杜莎身形一动，便陡然出现在半空，宇宙一握，七彩色的能量蛇剑凝现而出，小尖一点，便化为了一道细线，直射黑影人。美杜莎的实力，在先前略接触的时候，那神秘的黑影人呢，便略微有所感应。 可是他却依然没有丝毫退去，目光漠然的望着前者闪掠而来的身形，袍袖猛然一动，一对异常苍白可却略显修长的手掌出现了，掌心中灰色烟雾急速的翻滚，最后迅速凝聚，眨眼的功夫，深灰色便转为了灰紫之色，一股异样的腥味儿自其中散发而出，灰紫雾团涌现。 会影人呢，屈指一弹，雾团便悄无声息地对着美杜莎暴力而出。刺鼻的腥味从雾团当中扩散而出，美杜莎轻轻的吸进了一丝，面孔却微微一变，手中印结一变呢，七彩的能量在面前急速凝结，最后直接被其化为了一条足有七八丈庞大的七彩能量巨蛇。那巨蛇巨嘴一张，便直接将那团毒雾吞进了嘴中。 灰紫毒雾一被吞噬，便瞬间爆发开来。而在双方的侵蚀之下，片刻后，与那能量巨蛇同时泯灭。好厉的毒啊！美杜莎冷艳的俏脸之上也流露出了一抹凝重。使毒的人呢，他并非没有遇到过，可能够将毒物使用的如此出类拔萃的人，则是他平生第一次遇到。心头一动，一层七彩能量膜缓缓的自美杜莎体内渗透而出，最后呢？ 将身体尽数包裹，旋即身形一闪，再次出现的时候，便直接出现在山壁之上。一声冷笑，手中的蛇剑带起了凌厉的劲风，直射黑影的喉咙。面对着美杜莎的狂猛的进攻，那黑影也是一动，步伐诡异的一阵轻哈，却刚好呢将美杜莎的那剑式闪避开去。而在闪避之时，的手掌一握，灰色的雾气便在掌心凝聚。 最后化成了一柄灰色的长剑，长剑之上透着一抹淡淡的腥味儿，显然上面也有着剧毒。双剑闪电交错，人影模糊飞掠，那山壁之上碎石横飞，火花爆射之间，一道道细小的裂缝迅速的从山壁之上蔓延开来。然而，或许是因为忌惮黑影人剧毒的缘故，美杜莎在施展了绝大部分实力之下，居然呢依然难以将此人拿下。 此人究竟是谁？居然能够和美杜莎打的难解难分！萧炎惊诧的想到。要知道美杜莎的实力，即便是当初的云山都差之一线，没想到这个黑影居然能够与之相抗衡。这个家伙好强啊！居然能和彩鳞姐打这么久，而且他身上的味道，闻了我、哦、头晕呐！紫言也微皱着眉头，闻言萧炎一愣，使劲一嗅，却惊骇的发现。 空气中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了一丝极淡的异味儿，暂时不要再呼吸了。面色阴沉，萧炎迅速的从纳戒当中取出了一枚丹药，然后塞进了紫妍的嘴中。不能让他再继续的散发毒气了，不然这山谷里边所有的生物都会被其毒死的。萧炎在心中沉吟了片刻，旋即的袍袖一挥，碧绿色的火焰陡然之间自掌心暴涌而出，旋即一股高温迅速扩散。 随着山谷之内的温度迅速攀升，空气也变得异常的干燥，而其中的异味呢，也缓缓的消散了。紫言呐、啊，待在这里不要乱动啊！萧炎抬头望着天空内的战斗，眼中寒芒一闪，回头对紫言叮嘱了一句。背后火翼缓,缓缓延伸而出，最后猛然一震呢，身形陡然暴掠上空，径直冲向战场。天空之上，两道黑影闪掠交错。 七彩能量与诡异的黑雾是四处涌现，旋即就碰撞到了一起。双剑再次交击，火花爆射。美杜莎与黑影人刚欲后退，一道身影便陡然之间自下方闪掠而来，旋即呢，泛着炽热劲风的拳头直接对着黑影人砸了过去。突如其来的劲风并没有使黑影人有半分的慌乱，身体诡异的一扭，将那拳头便擦着其衣袍而过。 一拳无果，萧炎也是闪电后退，瞬间之后便出现在了美杜莎身旁，目光略微带着一分阴沉，望着面前的黑影：“阁下究竟是谁？”黑影轻飘飘的后飘了一段距离，斗篷之下淡漠的目光望向不远处的萧炎：“离开此地，这位朋友，在下萧炎，在此地当年我与一位好友所寻找到的，这主人家可不是你啊。”萧炎。 好友，跟他废话什么？这毒物虽然诡异，可是本王要杀他也并不难。”梅杜莎冷声说道。萧炎不为所动，微皱着眉头望着这黑影人，不知道阁下名讳，或许萧炎还听说过呢。斗篷下的目光只是径直的望着萧炎的面孔，片刻之后，眼睛缓缓闭上，而其身影呢，却突然之间缓缓向后退去。 萧炎皱着眉头，望着突然变得莫名其妙的黑影人，心中暗自警惕啊！在黑影人逐渐退出山谷的时候，其身形突然一顿，手掌一扬，一物便飞掠而来。见状，萧炎脸色微变，连忙接过，定睛一看呢，竟然是一个玉瓶。你二人实力强横，或许不惧毒物，可下方的小女孩却是不行。这是解药，能解其体内之毒。闻言，萧炎一愣。 与美杜莎对视了眼，隔空将玉瓶吸掠而来，可却不敢用手去触摸。此地竟然是你与你朋友所寻，那么便还给你吧。惊愕的望着这就离开的黑影人，萧炎有些愕然，眉头紧皱，眼芒闪烁了片刻，他忽然冲着即将消失的黑色影子大喊道：“小鱼仙，是你吗？” 萧炎的喝声如雷鸣一般在这山峦轰然响彻，而那即将消失的黑影也在此刻略微停顿。萧炎望着那身影，心中的猜测更直接被其肯定。没有想到啊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他还能在这里见到他。只不过，为什么现在的他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呢？难道他那所谓的恶难独体已经彻底的爆发了吗？ 心中念头翻滚，萧炎想也不想，背后火焰猛然一震，身形便直接对着那道黑影暴力而去。似乎感觉到萧炎的举动，那道黑影细微的一颤，却没有回头。浓郁的灰色雾气自其体内暴涌而出，旋即在一道细微的梦想当中，灰雾爆开，而其身影则是诡异的凭空消失了。萧炎的身形划过天际，而当他其追赶过来的时候，他早已经消失的丝毫踪迹不见。 这个家伙为什么不肯见我呀？怎么，你认识刚才那个人吗？如果猜测不假的话，那应该是我多年前的一个朋友。只不过，哼，是吗？这个人呢，一身毒功诡异莫测。不过先前和他交手，似乎他精神波动很大，时而清醒，时而迷茫。他不见你，或许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吧。萧炎紧绷的脸庞有些不甘心的四处寻找了一圈。 算了吧，他已经走了。哎，紫妍还在山谷里边呢。闻言，萧炎只得点了点头，转过身，迟疑了一会儿，又转过头望着那茫茫林海，突然沉声说道：“小一仙，我不知道这些年你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但我当年便说过，不管你变成什么样，我萧炎依然视你为朋友。这个承诺，即便如今也未曾有过丝毫的动摇啊。” 萧炎的声音在斗气的夹杂之下，在这山脉滚滚翻腾，可是这声音落下却没有丝毫的反应。萧炎苦笑一声，只得转身和美杜莎对着山谷之中飞掠而去。一处怪石林立的山峰之上，一道黑影缓缓的望着转身的身影，苍白的手掌紧紧的抓住了一旁的巨石。 而随着其手掌的抓握，只见那巨石突然冒出了阵阵白雾，嗤嗤的声响不绝于耳。目送着萧炎回到山谷，黑影这才缓缓松开了手掌。萧炎<嫣>，斗篷之下传出了一道带着久远回忆的清脆的女子的声音，这一声音和先前的难听的嘶哑的声音是截然不同啊！显然，他是为了隐瞒身份。没有想到。 会再次遇到你，我每年都会来这里待半个月。但是既然你已经出现了，那以后我也就不会再来了。苍白的手掌缓缓的掀开了斗篷，这张脸颊呢依然有着一些当年的轮廓，但却失去了当年那暖人心肺的柔和的笑容以及空灵的气质。多出来的是那层灰紫两色的眼眸，看上去妖异当中透着丝丝的冷漠无情。 此刻，这张在出云帝国被视为死神之脸的脸颊之上，却隐隐的噙着一丝回忆与苦涩。别怪我不见你，我只是想让你在我心中永远保存着那个善良的小医仙，而并非如今这手中沾满了无数血腥的毒女啊！只是没有料到，当年所说之话，如今已尽成现实。希望我们日后不要再碰见。我的命运便是如此，在厄难中生。 在恶难中终结呀！当年的回忆涌上了脑海，令他那已经保持了几年时间冷漠的脸颊，缓缓的扬上了一抹温柔的笑容。笑容如昙花，持续一瞬便消散。他缓缓闭上眼眸，片刻再度睁开，眼珠再度恢复了先前的漠然。目光最后一次看向山谷，旋即戴上了斗篷，不再有所留恋，身形化为了一片灰色的烟雾。 悄然消散了。小山谷当中，待萧炎二人回来的时候，却看到了小脸蛋儿变得有些紫红的紫炎。当下两个人都是一急啊，没有想到那小一仙的毒物竟然如此恐怖。紫炎虽然脸色紫红，可似乎神识啊依然清晰。看到两个人回来，也连忙迎了上来，但是听其呼吸啊，明显的比以往粗重了许多。 抓住紫妍的手臂，萧炎一丝斗气探进其体内，寻了一圈呢，便没有寻到丝毫斗气的痕迹。当下脸色微沉：“怎么样啊？找不到不对劲儿的地方啊？看来那毒气隐藏的极深，就是不知道毒性如何。那家伙一身毒性，连我都有些忌惮，更何况这紫妍呢？哎呀，现在可怎么办呢？”美杜莎的脸色也难看了。萧炎略迟疑，手掌一翻。 先前的被小医仙抛过来的玉瓶便出现在手中，而见状，一旁的美杜莎却眉头紧皱：“怎么，你想拥有他给的东西吗？谁知道这种诡异之人是否真的是给的解药？万一出了意外，害了紫妍，谁来负责？”看到他这副护犊子的模样，萧炎无奈的摇了摇头：“嗨，虽然说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可我相信他不会骗我的。而且，若是不使用这个，你还有其他的办法吗？”